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佛法的智慧。那么在佛法中呢，提到智慧呢，常会说到有世间慧，还有呢出世间慧，这两种智慧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来继续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啊，陈小姐好，大家好。师父，这个世间慧啊，跟出世间慧这两种智慧是不是不同的？他们有什么不同？其实讲佛教的智慧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没有一个不是出世间慧了。在佛教的智慧一定是讲的出世间慧。就看这个人的一个观念和他的呀对佛法的了解的程度。那讲是讲的出世间慧，如果说这个人自我中心很重，是烦恼很强，那他的智慧也不能叫做出世间慧啊。他的这个智慧跟烦恼相应，比如说他动一个头脑很聪明，可是呢是跟他的贪念连在一起的，他的头脑非常聪明，讲的话很有这个很有深度，也好像是蛮超然的，但是他是目的是因为要害人，要嗔恨啊，这个怨恨，那这种都叫做世间慧了。那这个哲学家，西方的哲学家叫做智慧，就是爱智，就叫哲学。那有哲学有智慧的人叫做哲学家，哲学家一定是有智慧的。但是呢，哲学家的智慧是跟佛教讲的智慧是不大一样的。科学家的智慧也是智慧，但是佛教所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佛教的智慧，它是啊，一定是从烦恼得到解脱，从人我是非得失利害的这些种种的这种分别心啊得到解脱，那它就超越的，超越于利害关系，超越于这个是非的关系，超越于得失的这个观念，这个时候做下的判断，那这个叫出世间的智慧啊。那么一般的人都是根据世间的常识以及世间的观点来做这个衡量的标准，那都是叫做世间慧或者是世间智。一般的人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包括我们学佛教徒也是一样，是根据世间法，有世间的法律、风俗、习惯、民情根据这些观点，那每一个这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他们的自己的标准，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文化的准则，那这些呢他们在当地当时的人之中，这个他们是用的智慧。为什么？就是对大家觉得很公平啊，大家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是他们共同所承认的、所希望的、所愿意接受的，那当然是智慧，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智慧是不是等于是佛教的智慧？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这个观点呢，只有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群人之中，在某一个区域范围之内，它行得通。这个讲道理就是这样子讲，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某某大人物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向以来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这个是真理哦，这是道理哦。为什么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算不算是？算不算智慧呢？是，在他们的这个族群里边呢，算是智慧。可是从佛教来讲，不是，这叫做世间智慧啊。它是有限制的，有范围，有限制的。还有呢，有商人有商人的智慧，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智慧，那这个
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智慧，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智慧。这个言人所为言，这个做人所为做，知人所为知，像这样子的人算不算有智慧呢？算。这个每一个领域里边都有状元嘛，每一个时代里边，每一个领域里边都有他的这个基础的人才，由于他们呢不是啊寻着古人的这种这个说老祖宗的观念或者是老祖宗的走法，但是他们走出一条新的路来，新的路走出来，对这个时代来讲，这是创新。创新来讲，就增加了这个人类的文化之中的智慧的财产。这些你不能说它不是智慧，对，是智慧，但是是世间慧。世间慧，为什么？这个原因就是说，这是在他个人呢、跟这个社会的团体的结合，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弃自己的个人，而只想到是整体的全世界或者是全人类或者全宇宙，那就叫做无我，那就叫做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但是从佛教的立场来讲的话，不管是你是小我的个人，大我的全宇宙，你还有一个我存在，那就不是出世间的智慧。所以是真正的这个世间的智慧来讲的话，是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无量这个的人口，以及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的演变，那积聚着累积着遗传着许多许多人的智慧财产，我们现在都在运用着。是，我们穿衣服也是，甚至于我们这盆花也是，我们坐的沙发也是，都是人的智慧。那这些都是什么？是世间的智慧。世间智慧不好吗？好。这里边说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中心，就是自我的中心，在里边。是，谢谢师父的开示。那从师父的开示里面，我们知道世间慧是可贵的，但是出世间慧更可贵。也欢迎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那就是出世间慧。